更多新闻来看简讯。10月25号，正大集团庆祝下属公司正大饲料成立60周年纪念，举行庆祝晚宴。本次60周年宴会由正大集团谢国民总裁主持。自正大饲料成立后，成为全世界五大饲料生产商。谢国民总裁表示，正大饲料的经营理念是利国、利民、利企业，还介绍正大集团在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下一步在中国广东的投资构想，愿为中国广东的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东盟卫视 MGTV 记者李明慈、高东东，泰国曼谷报道。